好，欢迎各位收睇《细手东平》。咁咧，今集咧，我想讲下左手嘅问题。唔知大家咧拉小提琴时候咧，会唔会试过咧，发觉左手咧好容易紧张啦，跟住然后咧好痛啦，甚至我自己都有呢一个问题嘅。咁但系我记得好耐之前咧，我曾经系揾过一个好出名嘅 soloist， 系我问过佢呢一样嘢。咁然後佢講翻俾我聽佢嘅經歷咧，就係喺北京音樂學院讀書嘅時候咧，咁佢嗰陣時係要練一啲好難嘅 repertoire 啦，咁其中就係 Paganini。咁佢嘅先生咧，為咗睇下佢嘅左手用嘅力會唔會過多咧，係喺佢拉緊嘅時候咧，係刻意咧係咁樣去。就咁樣去拉啦，然後拉緊嘅時候咧，會係咁樣去咬佢嘅手指公。個先生嘅意思即係，如果喺佢拉緊啲咁難嘅樂段，而佢嘅手指公都係可以唔使好難就可以即係鬆開嘅話，咬得開嘅話咧，咁嘅力度先至係正確。而如果係嗰個拉琴嘅人咧，係即係會。即係個手指公死都要係掂住個琴頸，或者好難先可以鬆咗嗰個琴，即係離開琴頸咧。咁嘅時候咧，佢個手指公真係用得太多力啦。咁我同佢即係我請教佢呢個問題，點樣手指即係放鬆？咁佢就話：哦，手指公就係要可以咁樣做，咁先至表示咧你唔會用過多嘅力，然後咧你先至可以拉啲即係好難嘅。樂章或者很難的作品或者很長的作品你才可以拉保持你的狀態不會、就是、可能拉一兩版然後就累那我自己呢聽完他這一番話呢我的體會就是、哦、我要多些去提自己是力量是只是在這四隻手指那裡在這兩四隻手指的手指頭那裡如果我這樣跟自己說的時候呢似乎真的可以略略減輕我的手指弓、那個、或者我的、就是這個、這一部分的肉呢、那個、緊張的情況但是呢總是很容易、就是不覺不覺呢跟著那個痛呢、就是、緊張的情況呢又再出現我經常以為就是、哦梗係我拉拉下嘅時候咧，太過著意譜上面嘅音樂，跟住慢慢咧手指弓係用多咗力，自己唔覺，所以咧好快又攰，跟住然後又痛，跟住咧就要趁下一個bar rest 嘅時候咧，真係要放鬆啦。咁但係頭先我喺練琴嘅時候咧，無意中發現到一樣嘢，點解會手指弓？會不自覺地用力呢有沒有第二些方法可以即除了我提自己之外去令手指弓不好慢慢又變緊呢我發覺原來可以調轉去想怎樣為之調轉去想呢當我拉琴的時候手指弓用力即是其實表示呢我的力是我的力是 向心口向內這樣閂埋，咁所以如果我不想俾手指公用過多的力，或者俾佢有咁樣嘅傾向係向內嘅時候，咁我應該做的咧就係拉嘅時候咧提自己，唔係提自己手指公唔好用力，四隻手指放鬆，我係提自己要打開。我要打開，仲有我唔係就咁提自己打開，我係提自己四隻手指向外。咁我發覺咧，今次真係成功啦。如果我俾我以前痛嘅嗰個程度係100嘅話，咁我用咗呢個方法提自己四隻手指咧，向嗰個力度咧向外。我用呢個方法嘅時候咧，我發覺。我嗰個痛嘅程度咧係減少起碼一半。我一開始覺得稍為有少少痛嘅時候咧，我就再提自己啊，呢個時候我
的手指要向這一邊，向外邊。那我現在就覺得是，其實這個才是一個方法，因為如果我的手指的力呢，我的手掌的力呢是向外的時候，很自然我的就是我這個膊頭呢是不會閂埋。另外第二樣就是我不會有機會可以讓手指弓呢向內，其實四隻手指如果我想它是向外的時候，很自然你的手指弓就會放鬆的。那我不知道這一樣東西、就是不是可以、就是、一路幫到我，但是剛才我試過拉一些平時、就是、拉一些三板的 repertoire， 然後去到差不多第一板的尾我都已經開始痛了，或者拉一些很密集的音。而我剛剛用這個方法的時候，四隻手指想它向外，力度向外的時候，我是很輕易就拉得到那些很密集的音，而我不覺得、我要真的差不多我承受不到了，那些痛承受不到，我真的要非停下來不可，我沒有了這個感覺。那我不知道這件事會不會是、即是幫到我啦，但是我即是不是可以一路都幫到我，但是我不知道，即純粹是真的一個鐘頭之前我的一個發現。如果大家發覺即是你的左手很緊張，手指很緊張，你也都知道手指很硬很緊張的時候，不妨試下用這個方法思想，即不要叫自己不緊張，你要知道做些什麼去叫自己不緊張。你只是想去我自由不緊張，這樣不是一個對症下藥的方法，你始終不自覺你都是會慢慢你都會緊張起來。那唯有你怎樣去想呢，就是哦，原來你應該改變你那個用力的方法，不要給機會一些不應該用力的地方去用力，不要給機會你的手指啦、手指弓啦、手指尾去用錯力，讓他們提自己你的力應該是向哪裡。當你有這樣的想法的時候，你自然會抵消了一些用錯力的地方。即我自己剛即這個 是我剛剛的發現，但是我估呢是如果你發覺你的手是很硬，其實或者你可以試下這樣去用這個方向去想。今集是一個很短的一個 vlog， 純粹是記錄頭先一個鐘頭之前呢我無意中發現到的東西。至於是不是真的有用呢，或者我會在之後的 vlog 再跟大家講一下。很多謝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呢是喜歡這個頻道的呢，請訂閱這個頻道啦，或者是 share 給你的朋友看。下一次再跟大家見面。